Twins 呢日在澳门举行巡回演唱会的尾场，阿娇的老公赖宏国和父母都有到场支持，有老爷奶奶看住，阿娇又会不会有点紧张啊？是啊，我是不是老爷奶奶啊？嗯，未来老爷奶奶啊，阿爷添。是啊，讲不惯，都有离题咯，特登在台湾飞了过来咯。提到阿嬌最近就跟老公一起上了內地的真人 show， 阿嬌就說覺得獲益良多。其實我覺得呢，我是賺了的，賺了跟我老公一個相處咯，相處的時間咯，是對我們的感情是有增長的，是好的。阿嬌的婚禮12月就舉行了，現在到底籌備成怎樣呢？我是會公佈給大家 聽的，是的，知道的。那我是因為有很多事都在進行中，未定到下來，是的，有就會跟大家說，肯定會說的。另外阿 Sa 就自爆因為買不到劉德華和張學友的演唱會票而頭痛緊啊。哇，真的現在我覺得很痛苦啊，就買連買演唱會票都那麼難。對啊，因為很多，我已经跟很多朋友说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买到演唱会票，但是有一些是就是看着我长大的 auntie 啊 uncle 啊，那些就不好推，所以也有尽力去帮他们啦。那我所以我上次前几天我看到我老板，我就问他，哎，老板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张票啊，刘德华张学友啊，真的如果没有我就死了。然后他说如我也想死啊。